食物减肥法、嗯，有的人可能就吃苹果啊、嗯，吃什么，然后我就选择炸鸡。然后我因为感觉很后悔，他没有说不能的原因是，因为他没想到有人会选炸鸡。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金沛鲜美缇油切胶囊，它可以帮助你可以肠胃的蠕动，然后加速代谢，而且它也可以让你身体保持稳定的循环，这样子。